不是乖乖，谁叫我车给我挂这个样子啊？这挂了也不跟我说，谁叫我的车给我挂了，我喊你三声赶快出来，不出来不行。一二，咋了吧？叫我的车给我挂这个样，为啥不吭声？我都听见你嗷，我都出来一趟，你上去都拧着了。我上拧着了，我说完了喊三声，不出来不行。你第二声喊了，你出来了，这车就是你挂的。爸，真不是我挂的，我是出来给你解释解释。再说不是你，再说不是你挂的，王辉挂的。王辉挂的，王辉挂的。我都不相信，真是他挂的。就是你，你不讲谁你都无赖，我讲。啊，真是真是王辉挂的。真是他挂的，是假是他挂的？真是他挂的。真是了吗？啊。王辉挂了倒是算了，又咋了？王辉是恁媳妇，他挂了你也得给我修。我跟你说，三天之内叫车给我修好，不修好我拿你十万。我给你修不急了吗？爸，好，咱这等着，我手机没电了，我充上电。咦，还用两位婆婆给你用这个充？这能行吗？这咦，阿姨过来来，这还恁高级。还能给我的手机反向充电？华为 Mate 60黑科技，你喜欢的话可以去我左下角免费领一台。这要找人到处帮忙不？哎呀，不用，你直接去左下角，三五秒就能下载好，注册上线，放着挂机，达到等级就能领了。你别忽悠我呀！哎呀，爸，你看他们一开始也不信，不过想着免费的手机试试呗，结果今天就领到了，都在晒嘞。居然还有苹果15，苹果15是我争取到最新的粉丝福利，一人限量一台，下载的人都有机会领。这么多福利怎么抢？你就从左下角链接进去下载，注册上线后就放着挂机，完成任务就能领了。就是前面一个几个，再加。被那个小伙的话，相对来说比较麻烦，因为说咱那个机盖子跟这个门，它都是铝门的。小伙的话，需要咱们请外面专业小伙来进行修复。它是铝的吗？对对对。因为说是铝门，它跟铁门的不一样。铝门的话，铁门钢板筋是吧？对，铝门的话需要找人家专业修理来进行修复。得几天？修复的话，这边得找人过来。今天的话，估计过不来，可能说明天过来。要喷漆的话，估计得个三四天。哦，大概多少钱？这个费用的话，这我需要给他们专业人联系，看他们那边需要多少钱。因为说咱喷漆的话，一口漆是这个喷漆是600块钱。嗯。这个修复的话，需要看人家是多少钱。总共一两下。好。一两下，一两下一盘多少钱？小宝啊，哎，你好，哥，哎，你好，哎呀，我是你铁粉了，我这个苹果15都是从您的左下角领的。你管管管，你都继续管管，后边福利多了，知道的。哥，你搁这哪来看车？我在这看车来。哦，管那个俺爸的车这撞着了，我来修复。嗯，啊，好。这个刚刚给他们联系过了，那个你报价的话，他们说的那个机盖跟这个前后边的那个门子，一共是修下来是1000块钱。搁他们钱？不是，不是。不他们钱，就是他们修好。对对对。管，就是那个加上喷漆的。加喷漆，但一会儿漆的话，这个咱俩的漆是比较贵的。两会儿漆的话，加一块是得个1200块钱。就是一个面600呗。对对。那个就是那个扁子呢？那个扁子的话，等一下就需要根据咱车架号查一下价格，然后查一下价格之后给你报个价。现在就是相当于说，就是不算这俩扁子，就是俩门子，就是一直到喷漆是2200。对对对对。中，那您就查一下这俩扁子就是多少钱吧。好，好，好嘞。嗯。